还要勇敢闯一遭，大案有高招，嘿嘿，小案细思巧，不管地多厚，不管天多高，前路在我心中，哪怕风雨摇。公道公道是做官之道，不论你官大还是官小，厚道厚道是做人之道，平常心让你没烦恼。公道公道是做官之道，青天艳阳高高照，厚道厚道是做人之道，世人随风我逆潮。公道公道是做官之道，不论你官什么来弥补他呢？那你是不是会嫁给他呢？柔儿，我和小峰相处了这段日子，我也很喜欢他，但是做大事就一定要有所牺牲。他惨，他惨得过你一家十四口惨死吗？一切要以大局为重。我说女儿啊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哎呀哎呀，儿子，你快过来看看你妹妹，回来这么久了一直在笑。哥哥，哎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，碰上个美男子啊，一天到晚跟着你大哥，我肯定看不上别人。好好笑啊，娘，哥最近是不是有心事啊？像啊，越看越像啊。不要说我了，娘，他为什么笑成这个样子？不是因为你的笑话了，你的笑话一点都不可笑。哎呀，大师水准啊！都说了不要说我了，你为什么笑成这个样子？哎呀，他回来以后我一直在问他，一会儿说去了杭州，一会儿说又没去。你看他呀，现在只会笑了。问他到底出了什么事啊？他又不会说。喂，笑够了没有？是不是想嫁人想疯了？我就不告诉你，我就不告诉你。菲菲，菲菲，哥哥，没有规矩，不招呼长辈，就是没大没小。菲菲，你不是去杭州了吗？为什么忽然回来了？我特别想你哦，特别开心啊！别想我。我一向都是跟他开玩笑的，我就是说我想他，我也是在跟他开玩笑。哎呀，我就算这么说，在某种意义上我说的也是真心话啊。女儿啊，你明知道他对你有心，你还拿这种事情开玩笑，如果你是真心对他的，那就不妨说明白嘛。我已经都跟他说明白了，他说要把我当妹妹，不会再有什么其他的东西了。我最讨厌男人这样了，追不到女孩子呢，就让对方是姐姐啊妹妹啊一直死缠烂打，这种人最没出息啊。你也是啊，人家认你是妹妹你就认了，你现在没有哥哥吗？你没心肝啊？是啊，啊，说一句去杭州就跟着他玩的都失踪了。那我和你哥哥四处去找他，连赌坊都去过了，就是找不到人。时不时的听到这个说他前一天晚上喝多了，那个说他昨天晚上喝的瘫在那里了。总而言之，他就没清醒过。我有多担心他，你知道吗？你刚才还和他说我很想你啊，这样他就更会乱想了。你立刻和他说清楚，越拖越糟，越拖越伤。你真是好的不学啊。学谁啊？你学谁啊？你是啊，你要快点跟他说，颠倒黑白的四大壮士就属阿静的心地最好了。怎么，我最心疼的就是他了。你可以让他死心，但是不可以让他伤心。如果你要他伤心的话，你就是我的女儿也一千个不行。我已经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，我找他说清楚还不行吗？
你要嫁人了，恭喜你啊！我是要嫁人了。本来我是应该亲口告诉你的，可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这个究竟是什么人啊？他来提亲那天你就知道了。不过一定不会是骗我的人。就算他真的骗我，也是我笨，让他骗。即使有什么事儿，我都会自己受着，不会埋怨别人。对啊，千万不要怨。最近啊，我喜欢了一个女孩，但是她不喜欢我，像我这样，我都没有埋怨谁。其实啊，在你去杭州之前，我就已经喜欢这个女孩了，不过神女无心啊，所以我最近每晚都为情心碎，每晚为情酒醉啊。以后啊，你不要再靖哥哥靖哥哥这样叫我了，因为呢他不是很喜欢我和其他女孩子这么亲密的，他这个人很小气的啊。你说他这么小气，我还是这么喜欢他。哼，喜欢就是喜欢吗，也没有办法，我帮你打气，加油啊。加油当然要加油了。拿酒来，来了，客官请慢用。喂，怎么那么少啊？我没有钱给你吗？你要努力啊，我加油啊，我当然要努力了，我要努力忘记你嘛，你就好了，找到一个好归宿。四大名庄方唐镜，不就是缩头乌龟一只，有什么了不起啊？菲菲，我好想你啊。Thank you.
老爷。该叫义父的吗？乖女儿，阿爹以前太过分了，你原谅我，年纪大了，火气一上来就收不回去，你不要介意啊。到现在这种地步，我还有什么脸叫你义父？说真的，我知道你和宋世杰的事情之后，我真的很生气。我气的不是因为你和小凤最终走不到一起了，我气的是你每件事都瞒我。你和小凤不投缘，但爹对你是至诚的，你为什么什么事都要瞒着我啊？对不起，很多事情只能放在心里，不可以说出来的。但总有一天，我会来找你们，把所有的事情都和你们说清楚的。好好，阿爹等你这一天。宋世杰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也很懂人情世故，看他对他的家人就知道了。做他的敌人会很惨的、啊。可做他的家人就会很幸福，所以阿爹也很放心的、啊、祝福你啊。好了好了，阿爹就不送你了，免得你伤心，自己一些小心了、啊。是不派遣不知道啊，原来我衙门里这么多人，真是个人才济济的好衙门呐、啊、真是一个群英荟萃人才济济的好衙门。你们看，我和老爹，我们来自凤来镇，河东河西，河西出身陆地，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已经改邪归正。谢谢谢谢。东方师爷上任知县在的时候你就已经是师爷了，见到的最好的事物。谢谢谢谢。林捕头，林捕头一家三代都是做捕头的，是最好的捕头。哎，大家都记住啊，如果以后你们出去当贼的话，千万不要被林捕头抓到。还能在这里跟大家说这么多话，我想真的是一种缘分。好了，今天我陆小凤要跟大家。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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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这是干什么呀？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对不对？大家请起来，何东何西，起来，来。大人，大人，你不要走啊！你来，大人，快！大人，你走了，衙门就不是今天的衙门了，不再有叉烧包，不再有斩狐问，不再有公孙先生，更加不会有我们。要不是大人，我们就不会拿出良心来做师爷。
以前我们都盼望着尽早结案，现在都想着把他查得清清楚楚。是啊，大人你别走啊。大人，说是做一个好官，就是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官，我都觉得勉强。好，你们不起来是吗？那我就陪着你们一起跪好了。我求求你们，我求求你们了，我求求你们让我回凤来镇好不好？我想回去开开心心做一个大少爷呀。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，何必强求呢？如果他日有缘，我们可以再相聚的。你们起来啊，都起来啊！我很辛苦的才说了这么一大段话，你们还不起来，是不是要把我弄哭了才起来啊？啊！大人，大人。姐，宋二小姐，我都等你好久了，进来吧。你们的事儿啊，我都已经知道了。本来呢，娘说要准备一个客房给你，可是啊，我觉得太当外人了，所以我就先自作主张，让你和我睡在一起，两个人也可以做个伴嘛。不过呢，你要什么时候跟我哥成了亲，你就要搬过去跟他住喽。谢谢你，别这样了，其实谁也不知道会弄成今天这个样子。我想你们每个人现在可能心里都不大好受，三个人总之以我的经验啊，风雨过后呢就一定会有彩虹出现。正所谓啊，天塌下来就当被子盖喽。我觉得天好像真的要塌下来了。哎呀，我真是越帮越忙，我乱说话你别管我。总之我已经吩咐下人去通知我哥哥了啊。小姐，小姐，整个宋府都找过了还是找不到少爷，我想少爷还是在生长姑娘的气吧。啊，我这哥哥真小气啊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把他找出来狠狠地骂他一顿。我已经看见你了，哥哥，你快给我出来！臭小子能到哪里去呢？哎，夫人啊，整个宋府都找过了还是找不到少爷，问过了守大门和守后门的下人，都说没见过少爷出去。臭小子，他不是钻狗洞逃跑了吧？娘，问题是我们家里连个狗洞都没有啊。夫人的房间你找过了吗？没有。对呀，少爷说过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啊，宋世杰，我哎呀，这么蠢啊，找了这么半天还没找到这里。哎呦，困了。哎，臭小子，臭小子，我不打你，你快躲起来。臭小子，哎，我干嘛这么认真啊？臭小子，打打打打！我告诉你哥哥，你作为男人小气就算了，欺负女人绝对不行。没有啊，我哪里欺负他了？你说没有，人家一个弱小的女子，本来鸳鸯刀就拿来劈西瓜，你又踢了人家的西瓜，那人家就剪了你这只冬瓜，算你这个冬瓜还跑去跟人家脸色看，你还欺负人家，我让你欺负人家。哎呀，别
也说了，他是没有西瓜才来找我这个冬瓜的。等以后我这个冬瓜说不定会变成一根黄瓜啊。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现在可以马上走。哎，要谈话是吗？一要谈话出去谈，别碍着我睡觉。来来，出去出去出去啊！出去出去出去。女儿啊，你说他们两个会不会谈崩了？当然不会啦，我哥那么喜欢长姑娘。哎，这事你就别管了啊，以后教训哥的事儿交给我。坐下吧。哎呀，我和你玩一下而已，你就这么生气？那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当天我在陆小凤面前叫你走，你又不走，走了之后你又要回去找陆小凤，当时我的心情会怎么样？坐吧。展姑娘，我也是凡人，我也有发怒的时候啊。小气。我是小气，但是我小气不是因为你要回去看陆小凤，我小气是因为到今天你还不相信我，你仍然认为我是要拆陆小凤的台。我小气是因为你认为我小气。那我冤枉你了。我宋世杰真是世上最贱的人，你不相信我，我却对你有情，陆小凤这么恨我，我却对她有意。你说我如果不是天生的下贱，我真不知该怎么做下去。对不起。把手拿出来。干嘛？我要狠狠地亲她一口。这个是15年前宁江县展有为一家14口灭门惨案的衙门资料，是我刚刚托人在宁江县弄出来的，新鲜热辣。你真的打算帮我弟洗冤？如果你展家真的有这样的惨案发生了，我宋某人又不能够洗脱冤情，我哪能娶你当老婆呀？我娶不了你做老婆，那我这辈子哪有人天天在我身边提醒我，我是一个真正的贱人呢？哎，千万别感动啊！他伸了冤再感动也不迟啊！放心，你的怀疑是我的动力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？哎，基本上我打算分三个阶段，分别就是现在、马上、立刻。大人，根据这份资料，展家这件惨案发生的时候，你刚刚调往当地协助赈灾啊。宋某本来想看一下大人知道多少，现在看来大人的眼神是所谓威武之中又带点忧郁，忧郁之中又带点深不可测。看来大人知道的比我想象中更多。那又怎样？想让大人帮忙伸冤了。宋世杰，你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壮师。嘿，就是胜在小啊，大人。小呢，赔率就高，一赔一，有什么好玩啊？那你知不知道你的对手是谁呢？是不是当年的四品巡抚，当今的内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张玉琪啊？原来是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嘿嘿，大人，我不是问过你有没有兴趣打老虎吗？因为我有点兴趣，想和你一起玩。宋大壮师天生一副冷冷傲骨，凡事都讲兴趣，讲心情。我只想知道展家灭门一案为何会吸引宋大壮师呢？展随风是我未过门的妻子，展有为是他的生父，他就是展家留下来的唯一的那个姑女。你是展有为的女儿？展有为曾经对我落山有恩，是我的恩公，想不到今天在这里能见到他的女儿，真是苍天有眼啊。大人，大人，大人。是啊，这一来呢可以打老虎，二来可以报恩，都挺值得玩一下。15年来，我一直等待机会为恩公报仇，叫张玉琪偿命。今天让我遇到了恩公的女儿，
我落山对天发誓，我就算没了这条命，我也要为恩公报仇雪恨。骆大人，那么事不宜迟啊，不如赶快把你知道而我们又不知道的那些事情说出来啊。啊，没关系啊，等会儿再说也不迟啊。这件事情有一个人比我知道的更清楚。哎呀，亲朋好友送这么多东西啊，真的是很不方便带回去啊。那不如送一些给我们吧，这么多东西你带在路上会很累的。贪心的你，喂，哎，你干什么啊？哎呀，你们家也有茶壶，这把留给我做纪念吧。知道什么？这个茶壶很有价值的，是帮七婶的女儿把猪捉回来之后，她送给小凤做纪念的。哎呦，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，你不要弄坏它呀，很珍贵的。知不知道什么字啊？在世包青天。师弟康平洗清了冤情之后，他亲笔送给我们的是文物啊，知不知道？哦，陆老爷，三位面色这么凝重啊！啊，小凤肯定又出事了。不关他的事啊，陆老爷。这次呢，我们是想来找15年前宁江县展家灭门一案的主审陆大人。李父，15年前的事了，还提他干什么呀？因为宋壮师现在决定要为展家洗冤，一如，你是否知道很多内情？现在不要再隐瞒了。你在说什么内情啊？不要问我了，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内情啊。陆老爷啊，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啊，不要问我，不要问我。是，来人呐！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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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没有啊，走走走走走走。怎么样？还是没有啊？走走走。每件牢房都查清楚，每焦点都看清楚，你帮他小动改造。是，别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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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啊，快走快走快走，我们也走啊。别走了，对不起了老爷。哎呀，你们不要再逼我了，让我安安稳稳的过完下半辈子行不行啊？喂，出什么事情了？你们干嘛？干嘛要抓我爹啊？啊，儿子，我们快走啊，离开这儿啊，走啊。你们要干嘛？我告诉你啊，虽然我已经辞了官，但新官一天没来，我还是这里最大的。一如啊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就是展护卫喽。我姓展，难道你真的不记得了？姓展，展。你是展有为的女儿，你没有死。没有死，15年了，我牵肠挂肚，都在想这个小姑女能不能逃过大难。皇天保佑，你终于长大成人了。陆老爷，她还是你的义女啊。义父，我求求你，你把当年的情况说出来吧。天意。小凤啊，这件事我一直没跟你说过，因为我不想提起它。15年了，隔了15年发生过的事，却始终不会忘记啊。爹，有什么事你就说嘛，不要故意把气氛搞得这么凝重，好不好？你说呀，说呀。我不如让我来开头好了。15年前，展随风的父亲展有为是当地的知县。当时的知府大人呢，叫做陆音，也就是陆一如。喂，你叫陆音呐？哎，你怎么不叫陆阳啊？啊？知府？
再骗我。你跟我说你只当了很短一段时间的官，只做了像我一样的知县，你就走了，原来你做到知府了。知府也只是个小小的六品官呢、啊、还记得当年宁江县发生大水灾，灾情过后哀鸿遍野，简直是人间地狱。大祸临头，张大人是一个讲排场、爱面子的人，礼数绝不能少。我们都不愿意得罪他，所以每晚都大排筵席。刘维啊，去敬张大人一杯。在您朝奉口谕，我们却在这里大摆筵席。哎哎，各位各位各位，一会儿我还要给大家带来一个格外的惊喜。张一奇贪歌好色，人所共知，但谁也没有想到居然会大胆到请妓院的姑娘来陪酒。大清律例，为官者嫖娼于法不容，更何况当夜是皇太后的生日，可见张一奇目无王法。慢，莫非你就是此地第一名妓冷如烟？正是在下。你本官看也不过是个庸脂俗粉呢。小女子沦落风尘，如若柳迎风，张大人则南征北讨，而且不拘于政务，如好心朗月。在大人的眼中，如烟自然是庸脂俗粉了。哦，答得好。好好好，本大人赐你一壶酒，姑娘喝了。各位大人看到了，小女子只好一饮而尽了。张大人，你贪酒好色，这我们都知道，但是你今天晚上叫了这么多的妓女来陪我们喝酒，你为官者嫖娼是违法的，你知道吗？况且今天晚上是皇太后的生日，张大人，你这是目无皇法，你知道吗？有可能的，哎，现在想想，哎，来来来，快快进来！哎呀，张大人，你不要动怒，来来来，我来血气方刚。哎，张大人啊，我也来向你赔罪了。哎，你消消气啊，消消气啊，张大人，
詹有为得罪了。詹老弟，你把这坛子酒喝了，咱们就既往不咎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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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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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。哎，哎，我说姑娘们呢、啊，你们快去给展大人敬酒啊！啊，哎，来来，喝，喝，喝。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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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好，来干，好。每天晚上，我们都喝得醉醺醺的。哎，我还以为张大人对尹为兄会既往不咎，可谁知道了第二天早上，我的酒还没醒，就接到报告说客栈出了事，于是我马上赶去。张雨绮跟我说，他听到了隔壁邻房展有为的惊叫声，过去一看。见到妓女如烟已经死去，经仵作验时查出如烟是服用了过多的春药依兰依兰而死。有为兄知天发誓说，他当晚虽然醉得很厉害，却记得很清楚，当时如烟是和张雨绮进了同一个房间，而他自己因为喝多了酒无法回家，于是就在隔壁房间睡下了。谁知一觉醒来，却发现如烟在自己的身边，而且已经死了。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过了没多久就出了大事。有为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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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人呐，快来人呐，来人。是怎么死的？詹有为是吃了有毒的饭菜中毒身亡。当时我从厨师到狱卒都审问过了，可就是查不出真凶。而张雨绮事后却说有为凶是畏罪自杀。我试着总结一下，初步看来，张雨绮那晚是和妓女如烟玩了一晚，在玩的过程中，如烟她吃了过多的春药死了。那晚正巧是皇太后的生日，一个大官竟然跑去嫖妓，还嫖死了妓女。张雨绮知道被人发现一定仕途不保，于是他就把如烟的尸体搬去展有为的房间嫁祸给他，后来呢就索性毒死了他，希望造成畏罪自杀的假象，那这件案件就此了结。大家怎么看？其实到这里这件案子就应该了结了，但是展家上下这么多条人命，当年的事我没有亲眼看到，是事后老管家告诉我的。那年我只有五岁。心狠手辣，我就好害怕，于是问去求教骆大人。当时骆大人跟我说，如果官靴弄脏了可以擦干净，
但是人做错了事，就会是一生的污点。他叫我要公正严明，不管当事人是谁，只要有怀疑就要追查下去。但是没过多久，张雨绮就亲自来找我，在言语之中更是以我和小凤的生命做要挟。罗大人，是案子怎么判你自己定，主审毕竟是你而不是我，我只怕再拖下去传到皇上那儿，怪罪下来，怕是服毒自杀的就是你们陆家三口。我为人懦弱，又胆小怕事。如果15年前我坚持的话，或许可以替有为兄伸冤报仇啊。乖女儿，我对不起你啊。陆老爷，当年如果你坚持下去，你和你的儿子恐怕两个人在15年前就已经死于非命了。这次呢，宋某人很想为展家洗脱冤情，不知公孙先生怎么看？宋壮师怎么变得这么有正义感呢？我对正义没有兴趣，我这次是为了随风而做的。好，15年来我一直对这个案子耿耿于怀，今日重遇故人之女，我洛山就算不做这个官，我都要让事情真相大白。陆大人，你怎么看？这件事和小凤没有关系。对不起啊，各位，不要说我已经辞官了，就算我还是一个官，我想我也是这世上最没用的一个官。好了，对不起了各位，可能我这段时间患上了间歇性的忧郁症，到了一定的时间我就会感到很困难，所以我先走了。小凤，一如啊，如果我们要指证张玉琪的话，你就是最重要的证人。不关我事啊，你不要问我，不要烦我了，一如。哎呀，你不要烦我，不要烦我呀。15年呢、啊，我隐瞒身世为什么？我就是怕张玉琴害我呀。他害我没关系啊，我最怕他害小凤啊。何况张玉琴是皇上身边第一红人呢、啊。你们不怕死，你们去好了，我怕死啊，我不去啊，我不去啊。一如，难道这样你都不肯帮？你看一下，当年的孤女就在你的面前，她还是你的义女呢。难道你一点旧情都不念吗？你不要再逼她了。